在是苗栗一个笋农，伫个工寮撒几滴个笋，火还搁咧烧，伊就先登去食饭。结果工寮烧火烧了了。这笋农讲，最近几滴个笋登咧大出，啊，等下个几滴个笋先甲撒过，会当放较久较袂害。想袂到登去食一个中昼，损失惨重。工寮大火烧起来，消防人员赶紧抓水灌救。这工寮内面有放真侪包装纸箱啊，物件侪火一烧起来，处处根本就维护拍花去，赶紧逃命。处处讲当时伊咧下水，要赶紧甲采收倒来这几滴啊笋散散咧，但是火啊咧烧，伊就倒去厝食饭，倒来工厂了后才发现着火啊。四月是几滴啊笋的产季，真侪加工厂拢会烫这几滴啊笋，加放落几滴啊笋散散咧，安尼才袂去互刮去。时间到，才去甲这已经熟的几滴啊笋和起来，装小包好运出去卖。差不多3万到4万。今年比较多，对。为什么今年？今年雨水有雨水，今年有雨水，龟德阿孙的产量是比去年较侪。这三季一到，加工厂是非常无闲，甚至个赶工子孙啊到半暝啊。但是用火煮龟德阿孙，人一定袂当离开火源，以免像安尼一把火甲心血拢烧了了去。